吃，点带动，滑动过来，轻盈中锋球进姿势，然后这逆风比较浑厚，逆风，起笔高一点，撇下来还粘到了，哦，粘到下面来，然后这个滑出去有点圆弧，碰到了，哦，那很多笔画真的是都会粘到一点点，这样看起来字比较紧凑，这在唐楷里面是不会出现的。但是在行楷里面，倒常常看到，到这里也要翻上去，好，然后成为一个三角形，